我在桑吉尔多，你在锡林嘎尔，风一吹。哇，好淡定，好淡定！欢迎大家来到洱海。爸爸终于变成人了。今天我们的第一个集结点是在三塔公园，这儿有你们的座驾，可是这儿只有五把钥匙。我得教大家唱一首歌，我们有一声哨声响起，大家就可以奔向后面。但是现在先不用，那是要抢吗？不要犯规。啊，这么激烈！军哥大老师，靠你们了！大力，歌唱界著名外行，著名外行。把你的妻子给我甜蜜蜜，我甜蜜蜜。绝对唱得好，歌词都是都记不住的。走起来，走起来，走，出去。我在桑吉尔多，我在桑吉尔多，你在锡林嘎，噔噔噔，风一吹，浅浅的望，犀鸟飞过。好，会了，后面就可以啦啦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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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抢到了，可我不会开。每辆车是这样，阿力，你有钥匙吗？走，来来来，大老师。哎，你说今天会不会有偷身份的人？一定有啊！对啊，总有一个耍心眼儿、耍心眼的人啊！今天淘汰人的方式应该就是用六脉神剑这招，或是用什么独孤，就是其他武功招式。走，这就是三塔寺吗？有精神呀！啊，地图。哎，欢迎各位水手来到三塔公园，这里有八张地图，每人一张。都不一样啊，这个。按照地图上的标示，找到你们各自的手机，设法将手机开机并拨通号码，你们就会知道下一个任务地点。手机接通的顺序就是你们本轮挑战的通关名次，每个人将根据排名获得相应数量的贴纸。菩提院旅游区大门，你先。不要不要，每个画的全部一样，每个画的全部一样。出发喽！找什么？找手机吗？走喽，要当第一名啊！天下第一。今天的任务应该挺难的。好意思。今天我将成为宇宙世界无敌第一帅，帅帅帅！那边应该就是吧。哦，是吧？锁起来了。这是什么？扑克牌。我天哪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这是什么？N5E3NEW。 啊，所以这个是这个的起点，这是方向，上北哈，一二三四五六东，一三一二三，上北下南左西，
一二三四 ，A 骂鼓，四 A 骂鼓，难。一二三，二二三，看一下哈。这个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太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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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啊 ！OK， 把手机打开。哎呀，我感觉我真的是这一季成长了很多啊！手机这次没有电，充电器线这应该是个电瓶。没有电源，没有电源。这个东西是撕不开的吧？啊！幼稚，有病那么幼稚。一、二、三。这下面吗？哈，肯定有一个是可以有电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怎么还是不行呢？这插座怎么插？我今天全部插上了呀。我刚才过来的时候不是看见什么颜色啊？那好吧，我们去找吧。蓝、红、黄、绿、白，蓝、红、黄、绿、白，试一下哈。蓝。哎，有电了，看到电了，看到电了，你开心吗？